好，各位好，来，今天回到 Bless 哦，那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哦，这个 PVP 哦，竞技场哦，一样哦，有点朴实无华哦，你只要点进去哦，就可以开始打了哦，这也没什么。我稍微把声音开大声一点呢。啊，这样就赢了哦。我们再来打一场，来跟各位分享。他打赢好像会加能力值哦，所以这个每天也必须要来打哦，非常重要哦。各位刚刚可以看到，我是有加到能力值的。我们直接开大绝来打他啊！你看他大绝非常痛哦。好啦，这样子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他的一个 PVP 系统啊，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哦，就是这么的站桩打击。